啊，你疫情办好安尼，你陈时中搁要选哦、喔，选。陈时中他出来选，你咪甲退出去我讲的啊，无欢喜，你来搞我攻击。陈时中，我第一个倒台，我第一个说，我就绝对不准支持陈时中，实话实说啦。啊，超前部署嘛，哦，唔知你部署不高哦、喔，今妈咧一干过六万啦，你请假就搞。啊，馆长不讲话没有什么影响力嘛，我有没有影响力，你再等着看。支持从偌济行业都无鸡汤谈啊，你支持干啦这点我都无可能支持你啊啦，你有了解无？干啦即届这个疫情啊咧这严重，歹势啦，我无可能支持你、啊。我你讲啦，民进党我你讲啦，基本盘啦，哦，馆长讲你听啦，即届基本盘啦，第一啦，观光业绝对无可能支持你。哦，餐厅业无可能支持你，服务业无可能支持你，还了解无？做八大的，做 KTV 的，做餐厅的，做健身房的，上无嘛二三十万、三四十万人，无可能支持你的。哎、啊，你有了解无？抬头第一个要抬，拢抬这八大服务业、餐厅、电影院、KTV、娱乐，拢个动。去年甲阮动一届，今年阁动一届，即马咧。配合人，然后嘛是安尼一天有几啊万，啊死一天爱死九百个，你甲我讲你拢无责任，你阁要出来选，选你退，我讲实话啦，实话实说啦，啊超前部署嘛，哦唔知你部署，你袂平常心讲啦，不加，阮大家做店家拢爱袂叫母啦，不加哦，有囡仔拢唔敢去上课啦，不加哦，即马咧一天几啊万啦，你真正就搞。而至于说你要我去骂谁骂谁，我的个性是这样，你越讲我越不骂，我越讲我越不骂。大家不用孤笑比无味，你说我双标，我也双，我双标啊，我超爱双标的啊。像蔡英文我都不骂他，那我姐姐嘛，我支持绿的还是大于蓝，但是我只挺一个人侯友宜，蓝的大部分我是很讨厌。甚至这种东西呢，就是轮流来出包、啊。我个人觉得啦，那至于说你要我去骂谁骂谁，我的个性是这样，你越讲我越不骂，我越讲我越不骂。那你说我支持侯友宜吗？支持柯文哲吗？我都支持。支持蔡英文吗？我也支持。支持陈其迈吗？我也支持。我还记得高雄大火死了非常多人。我记得也是一大堆人跑来我的 FB， 跑来我的那个 YouTube 上面。啊，陈其迈那个你怎么不出来讲的话？啊，正义的馆长啊，陈其迈那个你怎么不出来讲话？我也是说这个我就不谈，我就不讲，这个是他们做官的事情。今天我不是政治名嘴，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，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有自己的事业在做，哦，我也不用一直靠。我觉得啦，不用一直靠政治这个东西来增加我的红利。我的政治访谈是一定会做，访谈就是你来嘛，你讲你的政见嘛，讲给我的观众群，讲给台湾人听嘛。那大家看要不要投你？哦，这是一回事，哦，这是一回事，一定要这样每天这样子骂这个骂那个，我是真的没有兴趣。反正你们就继续凑侯友宜，哦，那也跟我无关。但是你说。哦，我支持他吗？我一定支持他的，啊。大家不用孤笑比无味。你说我双标，我也双，我双标啊，我超爱双标的啊。像蔡英文我都不骂他。那我姐姐嘛，政治是一门学问。我支持绿的还是大于蓝，但是我只挺一个人侯友宜，蓝的大部分我是很讨厌。所以你说我讲双标吗？我一定双标的。